一次做那么荒唐的事情、欸。我自己也觉得我现在很荒唐。不要拍照，这个好好笑。加冕这样子吗？在这里吗？没发现我。就是有两个正妹跟我一起睡觉，还有我的卫生纸。你在抖什么？今天就是这样子，那我们要继续一起 happy。大家好，我是桑，中文可以叫香姨。真是最后干嘛？有什么好笑？今天呢，又来到了最后对你家的系列啦。这次就是来到我们的表姐家。继上一次我们是玩 app 手机的游戏，我觉得说比较无聊一点，我就自己发明，就是说玩牌，输的话，对不对？看是要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，这样二折一啦。我们一样是有惩罚的，输的就是喝酒。最近有什么需要宣传的？我有，我在七夕的时候会上一本写真，它有突破我平常的尺度，所以就是比较大尺一点。只要有买我全部写真的粉丝们，就可以送一张签名的明信片。还有送内裤，要买哦，要买、哦，内裤要用买的，特地为了大家七夕突破自己的尺度。OK， 突破。对，突破。最近比较低调，为什么？最近失恋了。哦，你失恋了？最近单恋对象就是发现对方有女朋友了。哦，重点不是这个，重点是你如果失恋也没关系，那我也可以当两位的男朋友了。毕竟这个节目我好像越拍越来越像国王一样，基本上游戏规则是这样的。腿可以跪在这吗？可以啊，你双腿放在这，我也很可以。没有，我只是想、哦。你也可以坐在上面啊，来吧。哦，我可以啊。他说他最近瘦了，但是我捏起来好像。有啦，稍微有瘦。我最近在狂减，而且我已经在想办法让自己缩水。再说就没。没有，他蛋蛋还很大，至少有蛋蛋。我们这两个刚好都是看过你的。啊，对啦。好，那我今天要喝三杯，因为他们都说我迟到，但其实我不是故意迟到，主要是因为我是一个干、啊、嘛这样？对不起，华华，但我真的不是故意，因为我是一个路痴，我其实已经到西门了。农村香的酒啊，真的是很好喝，感谢老板的赞助，谢谢碧旅，让我有影片可以继续拍下去。不要自助。Yeah。终于喝完了，这是我自创的游戏，算是一个三个人都可以互动，因为这是我自创，一定要讲两遍，因为很厉害，自己发明。我发明一款新的游戏，知道吗？不简单。好，命名酒醉国王，那选到黑桃 K 的人呢，可以命令两个人做事，或是真心话。那选到皮蛋 Q 的人呢，可以命令一个人做事，但不能是国王。皮蛋 Q 是什么？黑桃 Q 抽到 J 的人，对不对？ J 就是林俊杰，笑。抽到 J 的人就是说任人摆布，反正就是两个人会丢问题，或是两个人丢大冒险的动作。补充，抽到国王的不用喝酒，但下面两位要先喝一杯，这样懂吗？国王是什么？国王是 K 啊。哦，对对对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游戏其实越多人越好玩。如果到时候各位想看的话，底下留言，我会发明多人模式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就先双飞就好。OK。哦，就直接拿这三张牌，然后直接抽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直接抽。抽吧。抽到就可以直接开牌。他是 K， 所以他最大。现在要命令你。国王想要干嘛就干嘛。那就真心话。上一次打炮是什么时候？老是说自己是处男。对比。上礼拜的时候，我们在国外。哦，所以那个是真的吗？那个限动。对啊，是真的。好幸福哦。哪一个？就是真的这样回去。可爱的那个。反正就是在上礼拜。好，那换我选到 Q 的人不能跟国王有互动，但是可以跟他下面也是可以。Sorry， 我也问真心话，前面先保守一点，不然人家都以为是变态。你是啊，真的是。那必须得是我。Candy 就是说，你最近一次在 happy 的时候啊，是什么时候？还蛮久的，三月那种。哦，怎么这么委屈啊？没有对象。哦，啊，那个时候，啊，怎样？想干什么？这个时候就是 Jumi 的时候。好，洗牌。现在有在洗吗？今天我赌神都这样。真是这样。这
想到一样的话，我可以许愿啊。有人不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也蛮好玩的。OK， 好。好，来来来 ，K 先，我一定要问这个问题。你说我是你心目中的第一名，那你去日本之后，我跟那个日本女生，排名有换吗？老实讲，老实讲，不会难过的，真的，因为人外有人，人外有人嘛，快点。你真的是技术很厉害。日本呢，就是让我感受的，真的就是我影片所看到的那样。哦，对，日本的素人就真的也像，真的就是那样子。哇，哦，对你还没问我。哦，蛋糕水好了。突然想到我们今天不是在看跟他那个曾经的罪啊。然后呢？哦，他的头。啊！拿掉帽子。拍片超不自在的，脱掉很丑哎。没事，这样拍不到头顶啊，我们这样也看不到你的头顶。对啊，其实我看不到。没事，你不要这样子，我真的看不到。其实我是很突然啊，真的看不到。好，来来，开始。我是 K， 表姐大冒险啊，拿着我的帽子帮我带回去。很快。OK， 这样讲话比较自然多了。OK， 变身哎。啊！我应该要喝酒啊！我不应该让你戴帽子的。啊，因为我是国王。可是我不要的话，可以喝酒吗？可是这样你会伤身，我会伤心。哎，你要尊重游戏规则。Hello， 好，继续。大冒险就是 Candy 把外套脱了。我也想看。给观众一点福利。香喷喷。来喽！哇，主持速收。哎，我也会这样哎。我也会。来喽，大家好看的来。哇！回家打手枪，有押韵，有节目效果。好 ，OK， 我们继续重新洗白，把帽子拿掉。不要玩这种游戏，好不好？你说要玩的。好，换你。第一次做那么荒唐的事情，我自己也觉得我现在很荒唐。不要拍照，那个好好笑。加冕这样子吗？在这里吗？这样贴着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安心？并没有更惨。好，来继续。来，各位观众看一下。你在耍啥笑？下次你们那个的时候可以跟我讲一下，我都可以帮你们垫。就直接骑在你头上。哎哎哎！欸，有止血哦，它血一直慢慢流到我的脸。你还没吃过血，下次叫他拍一集吃月经。我今天资讯量有点偏大。是你尿不是也喝了吗？口水人家还吐了。不是，我现在这样的造型真的偏呛哎，谁敢像我这样啊？那你等一下就是这样下去晃一圈。要不要这么硬？我喜欢。好，继续重新来。我就要放弃人生了。这到底有洗还没洗？你自己洗的。要贴哦。来吧。十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还颜色不一样？因为它是凉感的。你那有没有比较有安全感？就是有戴帽子的。拒绝的喝酒，没有，因为我要让观众知道，桑尼从来都不桑尼。你的牌，不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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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是念咒语吗？要给观众福利好了，那表姐就不要穿外套了，不是，你穿着衣服就好了，你为什么要全脱？什么？哦，没有，我喝醉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色盲。我没有全脱，你觉得我裸体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刚以为你裸体。不知道这样亲会不会头发会长出来？有我们两个滋润。这集真的是最侮辱的一集了。No！ King， 你想干嘛？我们可以出去走走了，带你去逛街。看在你外套破洞，我们带你去逛街。会同意？认真吧。生日礼物。我帽子要戴，不行，不行，他要顶着这颗。我们两个，他是 King， 我是 Q， 我已经讲了，就是这个要贴着。可以吗？我当然可以啊。我们今天提前送他礼物啊。不要破费啊，我会害羞。
有点是想。不是，我们答应如果有挑到，就帮你买。我比较希望你们长得像礼物，我可以拆开。他补一下酒精。确定 ？Go！ 耶！这是最 fashion 的装扮，知道吗？今年最流行，要越来越热闹哦。OK， 就在这一条路而已。好。有人像你一样那么潮吗？我是潮流的代表，最时尚、最的那种，焦距都会在我这边。帮我绑一下。OK， 我的滑翔翼应该是 OK 了。我应该是最时尚的那一种。我来教大家怎么摆一些比较 model 的那种姿势。这是 N 哎。怎么了吗？很难调教。还是你要 S？ S 太刺激了。他穿起来怎么那么不好看呢、啊？跟卫生棉没关系。应该是卫生棉吧。我觉得有问题。陈辉才穿这个。陈辉哪会穿这个？陈辉会穿这个牛郎装啊，最fashion的衣服。时尚最fashion，好不好？Fashion。我觉得蛮适合他的，对啊，好看。问一下老板的意见，哪一个？这样。眼睛可以打开一点吗？好啊，这样好多了，这样好多了，这样好多了。他会太紧吗？不容侵犯。这个比较适合冬天的。是553。嗯。我觉得蛮好看的，这件很有特色。很像凤梨，是吧？这件我想穿穿看。我们可以互穿来拥抱在一块，这样吗？哇，福利来了，福利来了！哇，店家这样吃吃啊，哎呀！那你先戴帽子，我看。好看、啊。看差好多。好看、啊。什么差？你平常太邋遢了啦。什么啦？我都还没擦。今夏最流行的发型了，我先把我刘海弄好一点。刘海弄不回来，因为它粘住了。不要弄，不要弄，不要硬撕，不要硬撕。等下拉长啊，拉长它的身影。对啊。这样才不会飞走啊，不然发型乱掉怎么办呢？宁可看到一个小包。卫生棉专业代言，卫生棉厂商记得找我。卫生棉也可以代言了，男生也可以代言。必须的，戴在头上。嗯，我要收工。收尾啦。好，那今天非常感谢呢，我吃了这两位美女的软饭，那他们帮我买衣服跟帽子，让我焕然一新。我还帮他加了刺青。哎，必须要，一定要。贴满。今夏最流行的造型，哎，那喜欢我的影片呢，欢迎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那喜欢这两个美女的呢，表姐的 IG 在这里，哎 ，Candy 的 IG 在这里，哎，好，那喜欢他们两位的朋友呢，麻烦帮我追踪一下，因为他们真的很可爱、很漂亮，然后也很体贴。就你头发美了。我可以上来吗？你住在哪？怎样啊？啊！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笑到高潮的，你知道吗？姿势好看一点。大家也许会觉得。很荒谬，但就是呢，我们依然还是三个人维持着这个卫生棉的发型睡觉。那总之今天比较幸福一点，今天就是有两个正妹跟我一起睡觉，还有我的卫生棉。你在抖什么？今天就是这样子，那我们要继续一起 happy。对，我以为有没有？那么开心。好啦，感谢大家收看啊，那我们三个要一起睡觉了，有点偏累啊，我的发量又掉了一堆了，日夜操劳啊，这频道一直在让我掉发，完全无法生发，好不好？这压力太多了。好啦，那拜拜啦各位，拜拜。哎，这个要抽奖吗？这到底有什么好抽的？这个以下留言开放抽奖，有伤你的毛囊。